山西警察学院，坚持政治建校，质量立校，人才强校，特色新校，开放活校，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。法学系着力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严格的纪律观念，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，熟悉我国公安工作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系统掌握从事公安法治工作所必须的基础理论、基本方法、基本技能及相关知识，具备从事法律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。法学系现设刑事法、民事法、行政法三个教研室和九个学生大队，共有教职工37名，其中教师33名，学生管理干部4名，教授2名，副教授21名，讲师14名，高级职称占比56%，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主讲教师比例90%，结构科学合理。现设有本科法学专业和专科法律事务专业，在校生1360名，课程设置全面，完全按照和符合教育部本科法学专业和专科法律事务专业要求，取得良好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效果。同时，法学系教师承担学院所有其他本专科专业学生的法学课程教学任务，特别承担所有本科专业的法学概论、刑法学、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法学等课程的授课任务，崇德、上法、民治、笃行。2009，我在山西警察学院法学系的。